译者蔡文居台南报道，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落幕，前台南市副市长严纯佐在没有派系澳元的情况下，在市长初选民调获得第三名，表现并不差。事后他也登记投入岑文区民进党内议员初选。今天起，严纯佐展开两天的卸票行程，将走遍台南37区。严纯佐表示，感谢宣布参选一年多来在台南37区所有的义务帮行程的秘书后援会伙伴的鼎力相助，并感谢所有因为欣赏他的市政理念，不管从网络上基层乡亲的认同，都让他非常的感动。因此在选战结束后，今天开始要以车队在大台南卸票两天，感恩每一位支持他的力量。他表示，未来仍将继续为台南市奉献，不论身在何处，永远疼惜市民，守护台南。而访读是他毕生的使命，推动免费验读试剂的工作仍会持续进行，希望乡亲能够支持反毒行动，让台南成为无毒害的城市，从台南开始改变台湾。